有人会是觉得我在篮球场上打就很帅，就进来发现怎么那么累啊？不跳又放枪，你就试试看，跳不起来是不是？又放枪，全部底线。蛮累的。往前，往前看，不是都在被垫步？你搞不好前面有快攻哎。可能这个比赛打得不好，当被教练骂完的时候，你就想说是不是不应该选择篮球这条路？没有，应该说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虽然我休了大概两三个月，膝盖上伤了骨头了。实话下去啊！在比赛前，我都会觉得很难过，我不能上场。回头。晒晕了，人家没有在晒太阳，对方都不用晒太阳啊，就要晒太阳而已吗？对，不要打算的啦。他都跟我们说，态度是第一，第二是学业，第三你再来打球。他说前面两项一定要顾好，不然打球就不要提。虽然说过程很多挫折，但是毕竟有目标、梦想，会追求。现在我的阶段跟外面的也是有落差，出去比赛的话也照输。对啊，就是有时候会一直觉得，就是我明明可以做到，可是为什么我成绩一直滑不到？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这次成绩也没有到很好，我没有拿到金牌。因为其实我们练那么久就是为了一强而已，不管是全中锦还是全中运都一样，就是自己知道其实可以更好。我觉得我明年要把它划回来，就是今年掉了。球算好了吗？保稳了吗？然后打完这路，他们赢了，我就跟他们一起开心啊；输了，我就跟他们一起难过啊。你们还在怀疑自己说我打得赢吗？你完全是失常，你不懂你在紧张什么嘞？防守做好，板子抓好，你们的实力一定可以，只是你们不愿意而已啊。就是。联赛刚打进四强，那个时候的快乐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，是目前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那种喜悦。一直在看前面，赚了不会看，不会站的，是不是？被他打晕了，对。有那么弱吗？没有。他们一起啊！哎，这不是在战术版问题，是你们这些人问题啊！你现在六分，我们都拽了，是不是？赢了吗？
我们准备了一年，目标就是这个联赛而已。你们做到了，我们这第二年下南区的，打得很棒，每个人都很好。洪少元过来，很好，最后一年，很棒的球球，你让我感动，因为沉住气了。其他人很厉害，我们现在的泪水是什么泪水？开心的，是感动的，因为你们努力来的，不是捡到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坚持到最后一刻来的？对，我以你们为荣。是，对啦，好球啊，好球，对。你那个，因为我是觉得，如果真的决定要滑，就要把它滑完。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，就。还是要坚持下去。